区，然后我厚度不对，哎，这儿没问题。对我洗的时候，容易这个熏香，这个肩膀拉不住，就容易这样去。然后打开没问题，往后一点没问题，就是这个位置很容易这样，就是给出去。所以我看我们在做的时候，侧面我在做的时候，这个位置完全是它必须要有的胸腔跟对抗拉住，后干屈这里没有拉住，哎，啊，在这里 three 起的时候，那个肩膀打开不能把，手臂打开不能把肩膀往前顶，看，我不能这样。也是知道这样还要在这种状态，不可以跑。就我们在转换身体、转换腿这一轮结束之后，你就不要再去转你的身体了，已经结束了，那种就不行了。所以大家很想做大的，很想做好做大，所以你会过做过些不好，合适是最好的。你再做保持够，保持住，够了，内侧夹紧，够了。然后去做另一边，要保住这个样子去转换，撑开手臂，重心转换，然后去打开，不要委屈去再做，看这样，然后我再走多一点，再走多一点，看这个变成拧，你是在拧你的肩膀，你想再走，就是你这个会没那么平，你是完全拧起来的，懂吗？你试一下，准备。对，我们在这个位置准备好之后，对，我直接开始去身体肩膀不要动了，手臂打开然后重心，对，不要动，控制住，这个手可以往前推一点点，一点点大一点，然后再次撑开转换身体，
最后小节，那个学。